海鲜小锅做好了，今天没有什么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我不在你就吃这么磕碜的？来，加菜，花龙一个，阿拉斯加地板大板蟹一个啊！姐姐都是你的，为了你攒色的。有手里有观众有双，你给一个。这要花很多很多钱吗？哎呀，咱姐弟俩不谈钱，尽管吃好就行了啊。喜欢我们的，给我们一个双击和关注吧。手里有，给一个啊。这个等会儿再直播啊。